靠，你这有 echo 效果。好，完了。echo 就是回音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这样讲。好了，我要来抽两只杜门了，有点无奈。我领个石头、哦。我知道啊，超臭的。靠北，如果这个船过去的话，哇，那就大发明了。你在讲什么？你不蹲一哦。好了，先看一下背包、哦。我觉得我背包里面的木属性会全部被抽中一次。好，看一下榜上有谁。有杜门、蛇女苏，还有这个是谁啊？木妖精伊维特，我觉得应该都会中一次吧。来喽，就抽到有木为止啊。会不会有两抽抽的？对。呵呵呵，好笑。什么？你要酝酿一下。我可能会很久，因为我今天肚子有点。这借口小孩。好，你尽量的。外扩约肌是骨骼肌，你可以控制。生物小孩。我今天的生日好。OK， 来喽。那我来抽个中秋节好了。哦，120颗哦，120颗。我刚刚讲的换电力道。有啊，非常的。你可以点掉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120抽啊，不，120颗。然后全抽完。没有，抽木就好了。第一抽。凤翼界，啊，不是。那个不要出声音，好吧，那再来第二抽，哒，封一界，要不要分享到 Facebook？ 好了，开始认真抽了。用我的魔法石召唤萨尔马提亚女王，萨尔马，哎，怎么念啊？糟糕，不会念，不会中了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木，哇，不会吧？要有重灯，那个木油压的超级超好玩的。可是我打一打就不想再打，因为返程率真的好高。你说什么路径？返程率，我觉得真是好久没有玩到那么有趣的副本了。可是我死了，你少在那边啊！对，我希望抽一只火属性的，啊，刚那个不算，我是双胞必推的，可是假如我的 combo 到底四抗的话，我就会被自己反弹反死。为什么？它不是固定伤害吗？是看你几抗啊？对啊！可是这是固定伤害啊！我神预测啊！我是四康就会被弹死，因为我用游侠，然后中间还塞一只水妹，然后配达菲，那个血超少。我血13000，我12000。我的西方兽哥。西方兽这个回不起来吧？耶、yeah, ！我想要这只太好了。爽，以后木可以放了。没错。好，还是我停了。礼拜四，你知道礼拜四的时候有加倍吗？礼拜四减。哦，连三白金诶。你说鸭子加倍是这个的鸭子加倍吗？对，好棒啊！哇，好爽！可是我这
我这个完全没有目对啊！好糟糕，我应该先稍待一会的，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连试吧已经。呵，抽就抽了。有鸭子和枪哥，我就超爽嘞。或许我可以停手了，不行。上次，哇，风一姐来了，太好了。再来一个木屋，我就可以玩木枪拳。我记得三个月前我六抽木屋就没中。啊，现在是26抽，26吗？对，26。没有啊，我说这个账号呢，一抽就中，还应观众要求加码一张。哇，一斤哎！天哪，今天是怎样啊？上魂铁爪啊！一斤真的很爽，这是意料之外。也要来了 ！Oh my god！ 嗯，我不是要双鱼，我是要双子哎，已经两个十二宫了，好威哦！这就是前几抽烧好，然后之后应该要停一下嘛？干几抽白金了，我的妈呀！哎、欸，停手，谢谢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好威哦，超威的，威爆了，超爽。入手时间看一下啊，几抽？十抽，刚好十抽。哇，六百斤，哎、欸，七百斤呢？扯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六百斤，中间一个风雨界，木墙拳，谢谢。哇，谢谢！就跟你说，开台会有隐藏加成啊。这赏的是那个啊，一斤还有小鸭子，然后双鱼当作没有看到，双子就下次来，下次的话应该又可以20抽了。没想到是这届的风雨季，木墙拳先成席，好奇怪啊！哎、欸，我把那个水希腊拆掉了。嗯，好吧。那你要让你妈上厕所了吗？你刚刚。好吧，那你加油。OK， 还是你要看我玩龙族拼图，我超强。好，那我来收个台。